山鸡哥陈小春今年带4岁儿子 Jasper 参加亲子类综艺节目《爸爸去哪儿五》。年纪小小的 Jasper 在节目中呆萌表现圈了一大波叔叔阿姨粉。本周《爸爸去哪儿》正式收官，前几天应采儿的父亲还在微博中晒出与外孙的合照，感谢网友对他的喜爱。应采儿今日在 IG 中分享了 Jasper 和他外公举杯庆祝的短视频， Jasper 一口就喝完了小酒杯中的水，还感觉自己还厉害地说道：“我一口就喝完了。”干杯，是不是？走一个。嗯。好，同时配文完美收官 ，Cheers 走一个。网友评论：超级舍不得 Jasper， 拜托多发视频分享，不舍呀！期待春哥变女儿控的一天。